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吗？其实什么？就我不会追问理由，你可以向我求助，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。你一向都那么轻易给人承诺吗？我的承诺都会兑现，只有一次没有做到。我答应了一个人回国之后要找他，但是我不小心把他联系方式丢了，导致我真正错过了他三年。我现在想要一个弥补的机会。原来他不是故意不找我，只是找不到我。你是替他回到知意，完成什么重要的事吗？但如果你是来毁掉知意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没事，热身运动没做好，不小心抽筋了一下。我先去休息一下。凌渊应该意识到我不对劲了，我得赶紧行动。睡了吗？这么晚了，估计也不会回我了。我还在公司加班，怎么了吗？哦，那你先忙，我……你怪怪的。发个位置，我来找你。烧没了，你有这么小的劲儿啊？那个威让你怎么处置我？我可以选择送你出国，远离记忆，或者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待在我身边，不再做蠢事，咬着记忆不放，做我的未婚妻。在大世界倒影，不要命了！又是第一次为你拼命。